这是你们自己写的程式吗？这个是老师您写的还是学生写的？小朋友。小朋友。但是东西是我拿来的，我跟他们讲我要弄这个啊。这其实不困难啊，就是这个光感啊。对。看到颜色，然后去控制这一颗马达对转的角度而已。对。程式不会很困难，只是你要想说去做一个这个东西出来，从无到有比较难。